嘴。林少芬，我喜欢你。张之宇，我喜欢你，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哇！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，张仔仔。一起上学吧。来听听同学们要告白什么样的内容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一年四班鼻子最挺的林少芬。林少芬，找到了。这位可爱的女生，在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天的时候。我那一天一直很想跟你当面告白，但是我真的太紧张，所以就一直开不了口，最后选择用卡片跟你告白。然后今天呢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你说，林少芬，我喜欢你。少芬，哎呦，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说。这一件你的衣服是你上次放在我这边忘记拿的，我已经洗好要还给你了，我喜欢你。哇！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张富全老师。老师，老师在吗？老师有在现场吗？老师在哪里？老师，虽然你只有教我们短短的一个学期，但是你平常都会陪我们聊天、打屁、打球，还会倾听我们的烦恼。虽然你下学期可能就不待在这间学校了，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你可以继续留在这里。老师，我爱你。快！哇，全班好热情。我是谁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麦克风有没有被当过？我扛被当，我除了高明，其他全被当了。我从不偷懒，我从不睡觉，我从不交功课。高明老师，黄晨达老师，老师在现场吗？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。什么？我要帮大家澄清一下，其实如果他不是当小老师，他公民也会被当。我可以补充一下吗？可以。他那个上学期第一次段考跟第二次段考两次公民加起来都七十分。今天要告白的是斗高最美五言文书210徐雨柔。徐雨柔在哪里？每次她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，我都会被她最可爱的笑容抱紧。但是让我最晕的事情就是，每次去福利社买茶叶蛋，她都会帮我剥蛋壳，真的很晕。你愿意继续帮我剥蛋壳吗？必须的啦，我每天跟你去合作社，我就不用带钱了。10块钱友谊不会，10块钱的友谊。你是只有请10块吗？还是？
没有，有时候在那个福利社遇到同班，他们就说，哎，请客，然后我就会给他们钱这样。今天告白对象是一个女孩。女孩。谁？女孩。谁？这个同学听得到吗？他听得到吗？我王九。不是你听得到。可以 ，OK。我觉得她非常的漂亮，又非常的单纯又善良。我学测考差的时候，她安慰我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她就像一座灯塔一样，所以我想唱一首歌给她听。OK。太夸张。要不是你给我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读。自面对黑暗，我想我已经习惯静静地躺在你的怀中变勇敢。亲爱的，谢谢你爱我，虽然我真的很帅，很多人说我像金城武，真的不意外，因为有你在我看到未来，你就是我将来要娶的老婆，张太太。第一次交女朋友，所以我会格外的珍惜，我格外的爱你。
校园大声公告一个段落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爱心小铃铛。谢谢斗六高中的同学。谢谢同学。啊，你现在下去跟手机抱一下，下去抱一下，下去抱一下，下去抱一下，抱抱，就抱他，就抱他，抱他，嗯。